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江苏晴。那最近我发现影片已经破百万了，然后这部火焰腿的影片呢，我来看它有什么卖点，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呢？我们来看它下面有什么回复。首先，第一位先生说，TK 是吧？他说拜托不要再练了，医生说我再打下去会有生命危险。你说被我的火焰腿打到吗？还是打什么？哎，不要这样子嘛！我告诉你，赶快健身，想要腿直直长长的话，就是必须要练习火焰腿。然后看一下还有下面还有说什么留言嘞？等一下哦。9876先生是吧？他说脚趾头不错，脚底也很棒。裸足正妹就是赞，每天看水嫩嫩的脚底板，心情也变好。不过我很好奇，大家是不是很喜欢看女生的脚底板啊？我这样会不会有点怪癖？因为我发现就是有些男生好像很在乎女生脚底板哎，但是我脚底板我觉得我算是还蛮干净的，因为我很注重卫生。看我的脚底板，好害羞哦。对，脚底板，反正我就是会洗脚底板的人。然后还有接下来，看一下哦，谢炳汉吗？嗨，这位朋友说，哇靠，原来一堆人都练错地方了，都练到手臂去了。这个还蛮有梗的，练到手臂哦。好啦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是练火焰腿，不是练手臂。这部影片在练火焰腿，不要练错地方了。然后再来看下一个，神罗天真是吧？不是练小腹美腿吗？怎么我的手臂越练越强壮？好啦，那如果说你们都喜欢练手臂，那也可以嘛，手臂壮一点也没比较不好，对不对？男生手臂壮的话会有力气。我最近都好像没有练到手臂，看都还没有什么肌肉，我最近都在练腿，腿倒是很长很结实，可以看看我的腿。看，我真的有在认真运动哦，没有骗你们。虽然我跟你们练的地方不一样，我练腿，你们练手臂，那我们是不是互补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看看下面这个，张淑琴真系正，正到晕，好正好正，对脚亮的不得了，又滑又甜。所以你也是在看腿是不是？那还好你没跟他们一样在练手臂。然后还 有下一个，杀破狼罗情火灵是吧？他说只想把你带回家，短短的四分钟我却有上百张快要1000的截图，同时也有录屏。这个朋友你很不够意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知道上百张上千张也不够，你要去我们的 VIP 好吗？那里面有更多角度，而且我觉得VIP 的角度也许更厉害吧，所以你这里上千张不够，你要去 VIP，VIP 可能会让你上万张，说真的，然后再来，神控球先生他说拍摄角度很故意，男性应该都疯狂点阅了吧？拍摄角度哪里故意？这个角度还好吧，又不是 VIP 角度，是不是？你们应该要去那个 VIP， 那个还真的叫故意，这个只是小菜好吗？开胃菜。然后还有说，这是什么？巴克先生是吧？他说晃动的屁股肉真受不了，所以我现在接下来要练屁股，对不对？我屁股是不是肉太多了？好，我下次跟小兵他们讲，我要练屁股了。再来，下一个孙明志先生，他说有在练哦，都不会喘厉害，心也有感觉快累爆了，哈哈。其实我会喘的，你们忘记了吗？我前面一两步的时候，刚开始我超累，我做一个动作我就休息，然后就是拍摄人员也很辛苦，因为他等我休息，我一开始真的很累。可是因为我说过，一个礼拜我觉得至少要健身两次或一次，所以呢，我就真的有乖乖来做运动，维持这个 tempo， 所以呢，我觉得是有效的，然后就会越来越好。然后下一个他说，一大早看这种视频谁受得了？要跟着运动了。一大早就是要运动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也可以晚上运动啊，对不对？
然后接下来下一个打着日文的有一个很可爱狗狗图案，他说我是因为要瘦身才进来看，绝对不是因为封面才进来的。你真的是因为要瘦身吗？还是你要来练手臂？我们这个是练火焰腿，火焰腿记得是火焰腿。然后还有下一个，害我也跟着练起三分钟健身，这么专业的拍摄角度属实难找，按赞是种美德，大家给他按起来，期待下支影片会有不同材料的乐酷啊。你们是在乎这个朋友，他可能比较在乎乐酷，不过我觉得我今天穿的也不错，今天穿的这个酷酷跟上次好像不一样。火焰腿这个乐酷也很厉害，它是蓝色的吧，然后我觉得我这个粉红色也蛮好看的。我觉得小编他们准备真的很用心，所以呢就是我也很期待他们每次给我的服装，像今天这个，反正它这个是它的 logo， 我超喜欢他们家的，我自己后来也去买耶，因为我觉得很好穿，然后又不失性感，所以我觉得说还不错，喜欢的女生可以去买。因为之前有女生问我说就是我穿的是哪一家，然后就包覆性很好，就是也不会掉，你看我这样跳跳跳是不是还不错。然后还有下一个朋友也好幽默，凡先生他说卫生纸已经缺货了，放过全国男性吧。好了，现在卫生纸真的蛮缺货的，然后大家还要记得勤洗手，然后出门要戴口罩，就是保健大家的怎么说呢，因为现在就是很不安全嘛，肺炎嘛，所以你们在家做运动吧，不要跑出去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说还有什么，这英文我看不懂，他说营养不良了这里的同学们，那营养不良就要健身啊，对不对？那记得三餐正常，还有记得跟我一起健身，然后就保证你会强壮，手臂先强壮。然后接下来还有说什么封面选得好，绅士少不了，这个是讲给我们小编听的吗？小编有听到了吗？他说你封面选得很好，然后以男生的眼光来看的话，就是我觉得下次小编应该会给你们更多福利，你们要好好的就是贿赂一下小编是不是。然后接下来还有说什么还有什么，后面好多留言哦，他说裤子还能再短啊，这个裤子很短勒，再短的话你是要我怎样穿三角裤是不是，还是要穿丁字裤了，这裤裤已经超短了，你看我们小编对你们多好，帮你们谋福利，这是超短的裤裤。然后大长腿姑娘又性感，谢谢。然后还有下一个说她还比较好，皮肤肌肉都算紧实，我皮肤肌肉算紧实吗？还是我觉得我大腿这边下次也要练一下，因为我觉得有点赘肉，然后这边的话我目前觉得腿这边是练得可以的，然后我目前的话就是下次想练大腿，然后还有肚肚这边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是先到这里好了，因为就是下面太多回复了，不过还是很谢谢你们，真的就是让我两天然后就破百万，希望下次就是可以继续支持我，拜拜，记得订阅我们美女健身联盟，还有购买我的 VIP， 我是张淑晴，下次见。